来了解讲吼，食到这种饮料啊，内面有含这种塑化剂，这对人的身体有啥物影响嘞？这动物科的医生来表示讲，这种塑化剂其实是说塑化剂这范围内面上毒的一种，是这工业用的。人啊，常常在吃，可能对着这查甫人会未生，啊，有新的妇女人，佫有可能来生着这个无好的囡仔。医生在建议讲，常常啉这种饮料，民众赶紧去做检查。国内头一届发现厂商在合计食物添加物内边违法的加入伤害人体健康的塑化剂 DEHP， 造成国内几啊间出名运动饮料加果汁拢被污染。动物科医生表示 ，DEHP 是塑化剂内边上毒的一种，一般都是工业用途，咱人若是大量食用会造成肝癌。它会引起肝的恶性肿瘤。而且事实上，因为它是类似环境荷尔蒙的作用，有女性荷尔蒙的效果，所以过度长期服用的话，事实上，乳癌啦、子宫内膜癌的情形啊，可能风险也会增加。医生表示，这种 DEHP 塑化剂是一种环境荷尔蒙，咱人若是在腹肚内，会影响男性生殖能力，女性也会性早熟，有些妇女也会可能生着畸形的囡仔，得着感情几率也会增加。目前被环保署列为第四类毒性的化合物，而且不法的官僚业者竟然把这种有毒的化合物添加做一种起粉剂的食品氯化剂内边。起粉剂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亲像果汁、饮料、加优格粉等，大部分都会放这种的物件。伊会当让饮品的油脂分层和饮料更加平均的散布。不过，因为这种氯化剂通常是由清洁棕榈油调配，计数是工业塑化剂五倍，所以不法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就提塑化剂来代替。六十公斤的人不能超过1.2毫克。所以以1.2毫克去算目前的污染的这些饮料，35cc 到150cc， 每一天喝这个量就会超过。严哥医生讲，男士大概啉这种饮品，只要加啉水3天后，就带着伊排出体外，平常免伤过烦恼。严哥若是长时间大量食用，建议常常啉这种饮料，平常去做健康检查，提早发现才当提早治疗，避免身体受到伤害。记者综合报道。